哇，真脏啊！是啊，你看这几件。狗咬的。Hello， 朋友们，早上好。昨天买了点当地的特色牛奶，搁冰箱里冻了一宿，都全是冰了。一会儿给它煮一煮，今天早上起来尝一尝他们当地的新鲜的牛奶啊。建个小口。哎呦，俩鸡蛋都给你了，行吗？够吗？还得捞回来。你吃一个，我吃一个。今天我们的早餐是饼干加当地牛奶，尝尝这个当地牛奶怎么样？先尝一口这当地的牛奶啊！哇塞，味道果然不一样啊！比较浓郁吧？嗯，好喝好喝。香姐要换一个隐形眼镜。他之前那个年抛的用了几年？用三年啊？还几年啊？两年多了。用两年多啊？这多少钱啊？那个？这个便宜着呢。我这么会过日子。哦，一盒里就一个呀？对呀、啊，度数不一样，所以它是单盒装这样配。只不过我这个度数是一样的而已。这就是一片茂密的樟子松林，在这片林子里都是很细的这种松树，突然发现一棵比较粗壮的，下面已经枯萎了，但是上面还有绿叶。这有一片小的樟子松，哎，跟我个一边高。我发现在这种原始森林里爬山呀，你是越走越远呀，因为你看到每个地方你都觉得很好奇，你就不停地往前走。我现在离我的车已经很远很远了，累死我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太长时间没运动了，这身体属实不行了，以后啊还得加强运动，看见山啊就爬山，看见草啊就打滚儿。哎呀，终于快到山顶了，见到希望了。看到这儿的朋友们，点个赞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我听说啊，这片森林里还有白狐呢。我也不知道今天我能不能有幸跟它相遇，估计啊，我也没有这个运气。白狐。白狐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来啦，我来救你来啦！你受伤了吗？我今天爬这山，我居然忘了带水了，啊！我要渴死了！快到山顶了，我要渴死了。来了，继续。哎呦，到了到了，终于到了。水，给我水。哎呀，渴死我了。哦。啊！
实没有多高。我们来到了一个寺庙，在地图上都没有显示，过去看看去，应该是一个寺庙。还真是个寺庙，这是一个地图上都没有显示的一个寺庙，也不知道是啥寺庙，先进去看看去。进入大门一定是四大天王。寺庙的规矩，还没找露营地呢。我们每去一个寺庙里面好像就咱俩，是吧？是，就没别人。不过这个寺庙的工作人员还比前几个多很多。是